我生日又怎样？什么都没买。情人节、圣诞节、端午节，连清明节我都送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哭，哭能解决问题吗？宝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对不起嘛，我买。妈妈，我买这个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已经有很多类似的喽。不一样，这是新出的。新出就要买给你，那新出的红色要买给妈妈。最后那个新出的 YSL 恐龙啊，那个有紫色、红色。不是，妈妈，我角色才五岁，可以不要这么苛刻啊。对不起，你看起来太老了。我要买。不行。我要买。不行。不要你，我要走了。我要买。餐厅不能好好放着呗？你这样丢，我怎么吃？用筷子吃，餐具在那边。哦，谢谢。混蛋，都撒出来了，我怎么吃啊？先生可以不要那么凶吗？是你态度先有问题的，你父母怎么教的？我只是负责上菜，就要被骂混蛋。我只是第一天。算了，反正这还能吃嘛，吃啊，我吃啊。OK，Yes。下班前交给我啊，不急，你还有半个小时。可是没有可是，那我加班，没有加班费。都几岁了，这招没用啊。那就交给你们做了。我们去。